它是两个颜色，它就是完全就是小香风，而且这件也是很好看，是因为它本身就有做腰身，然后它后面的话是整个是拉链，而且它这个的话是做它的袖子不是整个顺下，它是有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讲，它是有点微微的做有点造型，然后的话它应该是算五分袖，微微五分袖，而且这件的话真的超级好看，它有两个颜色，我拿另外一个颜色给大家看。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它是有点点像薄荷绿的那种颜色，而且它的长度我现在穿的话我164嘛，大概到大腿的一半，这件的话我觉得小只的女生也可以，就是长度也会刚刚好，然后它的腰身它不是直接坐在你就是腰的这个地方，它是会有点往上拉，从这边就开始缩，所以整个比例会看起来超长的。大家看，而且它这件的话也有内衬，给大家看它的内衬，它内衬的话就是整件的，它这个是有内衬的，所以是很舒服，就不会因为它这个材质然后会觉得它有点扎，这样真的超有气质，而且完全可以去参加就是喜酒，而且我觉得也可以配喜丸，这样整个就很有气质，这样搭也可以。它这边很厉害，就是它这个地方它是有点做打折线，所以我觉得它肩这边也是，所以它放下来的话它不会说是整个这样落下来，而且它这个的话是大概到大概手臂吧，手臂下就是有短袖的那个位置，对，超好看的，而且它这边的话也是做有点造型，然后是一个小开叉。